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的主题是我要出国啦。我们现在人在阿联酋的飞机上，想说来跟你们开箱阿联酋的经济舱。然后因为我这一次一共会坐三个舱等，所以呢想说在这边跟你们分享三个舱等各个不同的地方。我们现在准备要起飞了。他们说阿联酋的吃的东西吗？饭菜会很多，我现在很期待，因为我现在肚子超级饿的。回台北了，然后呢我现在想说带大家来开箱，这是阿联酋的 lunch。 所以我想说除了开箱头等舱、商务舱、经济舱以外，顺便来带你们看一下阿联酋的 lunch 是什么，长什么样子。 Go。给大家看，就是一般舱等是下面这条，然后呢头等舱就是要从上面这个玻璃的走过去。Yep. This is a mini bar, right? Yes, it is. And so I can like put all the seats. Put down. All the seats down. There is a big duvet and mattress behind. Yes, I will come and set it up for okay. you. Okay. Thank you. You're welcome. 刚才那个就是空少，他说他常常飞台湾，然后他很喜欢吃台湾的鼎泰丰跟夜市。他说他吃过就是最好吃的炸鸡是在台湾。超可爱的，他还跟我聊天，然后他刚刚还主动要帮我拍，因为他看我在拍，然后他说哦，他要帮我拍，我说好好好。阿联酋航空头等舱，的特色就是他们可以洗澡，可以冲澡，所以呢，他们刚刚有来问我说，就是有没有要 book 洗澡，然后我就想说，既然都搭了第一次，人生第一次，那不然就是来体验看看在飞机上洗澡是什么体验。还有他们就是像一般搭飞机，它的什么送餐时间基本上是固定的，就是比如说起飞多久送餐。可是他刚才就是特别有来问我说，我想要什么时候用餐都是可以的，所以呢 ，Thank you。来送热毛巾，所以我等一下就要体验在飞机上洗澡，然后呢顺便跟你们开箱阿联酋航空头等舱的食物都是吃什么的。我刚刚发现呢，飞机上的保养品都是白瑞豆的，超喜欢白瑞豆的。然后现在呢是我们的吃饭时间，他会给我一本一本 menu。
我在这趟旅程我想要点这边全部的东西我都可以点，然后可以吃到饱这样。打算想说来看个电影。鱼子酱是刚刚那个空少推荐我一定要吃的，好丰盛哦！早点的牛排，还有豆豆。最后是水果拼盘，还有现榨的柳珍珠。你刚刚有一颗草莓已经被我先吃掉了。我现在进来洗澡的地方了，从这个门进来就是这边呢，就是可以洗澡的地方。天哪！然后呢，这边有附浴巾跟这是什么洗手的，然后这应该是乳液吧？对，还有他们都是附宝格丽的香氛。哦，这里有一个马桶。然后它是它的备品，有洗发精啊、润发呀、啊、洗澡的肥皂啊，然后这边有梳子啊、牙刷、牙膏，这是宝格丽的梳洗袋，然后这就是送给我的，就是每一个旅客都会有一个这种梳洗袋。这是这个化妆包里面全部的东西，都是宝格丽的耶，就这些东西都是我可以带回家的。好啦，我要去洗澡啦。洗好啦，然后你看，这个地方呢，其实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大，舒服，赞！然后我回来，他帮我把我的床铺铺好了。我刚刚看到一半的蜘蛛人，然后他刚刚有问我穿什么尺寸的睡衣。然后我跟他要了一套 M 的睡衣，来看一下阿联酋的睡衣长什么样子，就是有一条裤子跟一个 T 恤吗？给你们看一下外面飞机外面的天空，好漂亮呀！我准备好要睡觉啦，给大家看，我现在完全躺下了。门呢完全关起来，所以呢人家也看不到你。大家晚安。现在要带你们去 lunch， 然后这个 lunch 它是商务舱跟那个头等舱都可以来的。然后我拿了一块蛋糕回去吃，因为我觉得人太多了，我会害怕。要到杜拜了。我的头等之旅了。刚刚在杜拜转机，大概等了3个小时，然后我现在上飞机了，终于要回台湾啦！杜拜飞台湾坐的是商务舱，是阿联酋商务舱。Thank you。哦，他们刚刚送来了飞机包，然后也是宝格丽的。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。这个是不是？这个是那种腋下什么凉快的吧？然后卫生纸，然后这是乳液，还有他刚刚跟现在他都会附这个小镜子，这个小镜子我觉得蛮可爱的，这是一罐香水，还有梳子，没了。他还坐在第一排，所以其实前面的空间算是蛮大的。拜拜，我要回家。